继续来看是发生在嘉义市区的一件车祸，这个位置是伫个太水一街和太水四街的交叉路口，迄辆车辆竟是弄到附近的民宅，两台车弄甲密密麻麻。嘉义市消防局下报了后，随即派遣着德安分队救护人车、佮有器材车前往救援，好甲在受伤的民众意识真清楚，伫个救护人员协助之下，送医来做治疗。该市长分队叫人车到场之后，现场两台车相撞，零件散落一地。叫人员实时总查看两车驾驶状况，副驾驶拢意识清楚。不过，其中一车驾驶受困车内，经过叫人员使用器材之后，将驾驶救出来。副驾驶无明显外伤，经过叫人员检查之后，后送北院进行关查。到达现场发现，为两辆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其中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在碰撞之后有冲入民宅的情形，而该车驾驶男性38岁，在抢救人员到达现场前已自行脱困在车外，那他表示有头痛的情形。那另外一辆自小客车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碰撞到另外一台停在路边的自小客车。该气象局提醒民众，开车应该甲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经过路口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路况，并保持防卫性驾驶，才会使保障自身及他人性命、财产安全。新闻台屏东市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